台中街南。那今天要打点对不对？对。做什么样子？对，就是我现在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 DJ， 然后今天呢是 Polo 的开幕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比较适合今天气氛的音乐，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听到音乐有感觉的话，可以在这边有点跳舞的感觉。那今年你要准备新专辑吗？新专辑已经有在陆续的准备，然后呢，所以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然后很快就会有新的作品。希望很快可以办演唱会，希望明年吧，就把这个目标定在明年。逛街的时候会喜欢带女友一起逛。好，但是我没有女友，但如果有女友的话，我绝对会愿意陪她去逛街。对。二十七了，现在还没有要找女朋友。太伤心了。对，但是希望明年开演唱会，希望明年可以交到女朋友。勾肩跟那个你拍的，勾肩哪一个勾肩啊？只有被拍到而已。我勾肩还是人家勾我肩？所以最近都没有女生朋友吗？女生朋友有，但是女朋友没有。对。所以妈妈会叮嘱你。她不会叮我啦，她不会叮我，但是希望最近可以多一点，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场合看可不可以遇见我的真命天女。是，祝你成功喽！谢谢。就是打扮稍微比较帅气、年轻、活力，还有一点 vintage 混现代的样子。自己有没有喜欢怎么样子搭？有些元素一定要有的。我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？就是像我今天穿的一样，比较年轻、活力、活泼，然后因为冬天也快到了，所以稍微帅气一点。对。那现在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想要生宝宝？生宝宝，不急，但我们还是顺其自然，对啊，有就会很高兴，然后很谢谢上帝，对啊。谢谢你。其实是我平常比较少穿的小碎花裙。那今天的主题是要呈现一个城市丽人，然后他们有一些学院风，所以今天感觉上蛮乖的，但是实际上晚上演出的曲目会比较轻快，比较乡村的东西，所以今天感觉很特别，因为很少穿碎花裙的东西，小荷叶边，所以今天感觉有特别年轻的感觉。那其实大家都很期待新专辑，其实我这个月都在闭关当中，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出国去录音了，所以如同在网上和大家分享，今年不会发专辑，今年完全就是筹备专辑，然后明年才会正式发行这样子。那